正是这个女人把他从温州带了过来。然而在民警上前询问的时候，这名女子花招百出，一会儿蹲在地上突然拉下裤子说要上厕所，一会儿又把上衣脱掉只穿着内衣在街上闲逛，后来索性把外裤也给脱掉了。面对民警的询问，女子是一问三不知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20多分钟。这名女子突然情绪激动，拿起了路边的石块手舞足蹈，扬言要砸车，最后被几名民警合力制服，带到了杭州祥符派出所。